今天来参加婚礼是带着非常开心的心情。然后我在前一天晚上跟晶莹联络的时候，他说他很紧张。我跟他说：“你赶快好好洗澡，然后睡个觉，明天当个最美的新娘。”对，在这边要祝福树伟哥跟晶莹呢，永浴爱河，间谍情深。然后就是等一下会当挡酒大队还是劝酒大队？我自己吗？挡酒大队就不必了，我一定是劝酒那个。对，她老公，他就是喝水，因为他要开车啦。今天是我代表，对，對就是、而且我们有针对伟华哥来的，对，因为知道他是挡酒部队，对，特别针对他来的。那有觉得说婚姻就是有要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，怎么维系更甜蜜吗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需要我们再建议他，因为我觉得树伟哥他是一个，哦，我平常看他们听他们分享，就觉得树伟哥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男生，然后晶莹也是一个仪式感爆棚，反正是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对。